毫无疑问，乘坐飞机的过程中最怕的就是所有发动机都出现故障，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透露，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意味着灾难，因为即使是大型飞机也可以滑翔很长距离，这意味着飞机有足够的时间找到跑道降落。事实上，飞机在飞行期间有时还会主动关闭。航空专家 Patrick Smith 指出，一般而言，在每300米的高度上，喷气式飞机可以滑行 3.2 公里，在12000米的巡航高度上，飞机的滑翔距离大约为130公里，所以飞行员都有接受滑翔技术的训练，这样能赢得时间来修复故障、重启引擎或者找好迫降的地点。 Patrick Smith 在他的著作《驾驶舱的秘密》中写道，在开车下坡滑行时关掉发动机，不大可能会立刻出现灾难后果，汽车还会继续前进，飞机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其实客机几乎在每次飞行过程中都会进行无动力滑行，此时引擎不产生推力，但一些重要的系统仍在运行。不过在无动力滑翔中，飞机的发动机并不是完全停止运转，只是没有产生推力，这种状态被飞行员称为空中慢车。飞行员使用这种技术把飞机从巡航状态转向降落，当引擎声音改变时，噪音降低了，这就是空中慢车的感觉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飞机无动力滑翔在水中迫降的情况，在2009年，一架全美航空的空客 A320 遭到飞鸟撞击，导致两个发动机全部失灵，最终飞机在哈德逊河上成功迫降，机上所有人员全部生还，创造了航空史上的一大奇迹。在1982年，一架英国航空的波音747在飞行途中经过一片火山灰云，导致四发引擎全部熄火，飞机进入无动力滑翔状态，从11000米的高度下降至3700米，在20分钟之后，飞机引擎又重新启动，最终得以安全抵达目的地。因此飞机的滑翔能力很重要，而且在每次的飞行过程中，飞行员都会用上这项技能，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。